现在就是实测不辣的到底是强不强。第一个我的是牛奶，换你。我第一个是白饭，再来我的是鸡尾酒酒类。那个白饭是因为是淀粉类，淀粉类对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牧王柠檬汁，再来是甜的蜂蜜，你搅拌好了。然后我的最后一个是油脂类的花生酱油脂类。OK， 那我们是不是直接吃起来？更香了。有更辣吗？更香更入味，这好吃哎、欸，真的没有更辣哦。刚才换你。那你要实测那个吗？多吃一点啊，吃个好几口，吃好几口哎、欸。哦，这个有哎、欸，这个有辣、欸。你先吃，你先吃，你没有没有，你吃大口一点，连续吃三口，对，你就是连续吃三口大口。好，再吃一口，大口一点。因为这是好吃的，没有，你先吃，这是好吃的，其实不太会辣，可是它辣是棒酒。你先吃，你要连续吃，然后你再放着。有了，有辣。好，连续吃，吃完放着。有了，开始辣，开始辣，开始辣，然后往这后劲。我先喝实测。发现不对。哦，牛奶一进去，直接把那个辣直接冲淡。哇，真的是冲淡哎、欸！直接这样完全把那个辣味直接冲掉了，好猛哦、喔！是有用吗？这个？这个牛奶真的有用，牛奶真的有用。哇、哦，吃白饭，你吃饭看看。哦，有辣哎、欸！来，那味性蛮强的、欸。吃看白饭。我难怪大家都说牛奶真的是解辣第一推荐，真的吃起来，反正喝牛奶当下你就干辣就不见，所以辣、欸、可是过不久又回来了，就跟你当初吃大麻辣干面一样，对不对？过不久那个辣会回来，对不对？回流。白饭呢？白饭其实有哎、欸，可是不强，它会甜甜的，你咬咬久一点，它会甜甜的。你说那个淀粉，甜甜又辣辣。那嘴巴上面甜甜辣辣，甜甜辣辣。那、啊、解辣这样子推吗？解辣还好，还好，程度还是很辣，一点点还是很辣。那我们来连续吃个两口。够诚意了吧？我要。你看到辣了吗？好辣！哎、欸，这尾劲，哦，好香哦！你要进的，你要开始进制了。真的，真的进制那个冲击力有吗？好辣！好辣，好辣！问你的实测那个啊，蜂蜜，第二个蜂蜜啊，来，哇、哦，好辣哦！蜂蜜好屌、有用。喝下去的那瞬间，蜂蜜喝下去的那瞬间跟牛奶一样有用。可是它的那个。退潮时间更快，退辣时间更快，所以在我这边排行，牛奶比蜂蜜还要强。换你，换你，换你，好辣！所以是这个，在我这边是这样子。换你，柠檬的柠檬汁，哇，好酸又好辣，这是没什么屁用。又酸又辣，比白饭还要烂就对了。它不止辣，还会酸呢。我觉得你不要喝，你不要喝，你这没什么用。我先喝一下，没关系。好，换你先吃，我后攻。这边是白饭赢柠檬汁，我这边是牛奶赢蜂蜜。
然后剩下的一人一半，直接。哎，还要再留一次啊，这样我们才可以互相交换哦 ，PK 一次。啊。嗯，很辣。那我们有各种不辣不吃，一直吃这个辣超辣的。我觉得大王麻辣干面不管配什么都很辣，这个还可以。你刚才辣了吗？没有，我刚才是辣。我开始慢慢习惯那个辣味。我们来吃我们的第三个，这种油脂类，油脂类的花生酱。很不舒服哎、欸，你快点吃我们的花生酱，快点，等一下。哦，哦，哦，这个它后劲很强哎、欸，真的。哎、欸，这个辣的后劲真的蛮猛的、欸，吃的当下甜甜的，那好配啊，好吃吗？那、哦、我换我喝酒，好好喝啊，好好吃哦，对，直接抵掉了，它把它变得更好吃哎、欸，不是，但你的辣味嘞，辣味。还在，但是好吃哎，变很香，可以吗？甜甜辣辣，我觉得它比白饭还强，这是第一名，这是第我的第一名。我喝这个酒看看，呜，你为什么你满头大汗？这酒味好重啊！辣味还在吗？呜。就让你坐在路边，然后嘴巴不断超不舒服的那个完全没屁用，没屁用。呜、哦，你喝一口，这没必要，这超废的。哎、欸，它这个好辣哦，变更辣了。真的没什么差，这谁发明的？烂死了！靠！你要不要试试看我第一名？要 PK， 跟我的 B 第一名 PK。来，你们第一次实测到这么恶心的吧？为什么你的脸都水？那都给你。一次吃完，我们同时静置个30秒，等它辣发挥。我们刚刚一直在吃，都没看镜头，我们看着镜头休息30秒，看看脸部变化。你有反应了吗？还好，还没。我的有了。你的表情看得出来。我的有了。我一开始有了，那你试看我第一名，你还没吗？有了，差不多了，你先。世界真美好，哦、有吗？欸、好吃哎、欸，这边很好吃的，这酱好好吃啊，啊辣的，还好，直接被它浓厚的花生盖过去哎、欸。真的好吃，好吃哎、欸！你快，你试试看我第一名，这个牛奶，喝的瞬间是不是全部辣被冲掉了、欸？嗯，对，喝的瞬间，它好像把辣吸走了感觉。没有，你再过5秒，它会回来。这样平平下来是牛奶是第一，花生酱第二，蜂蜜第三，然后你的柠檬汁跟第四应该是白饭，柠檬汁跟酒但是完全没屁用，没屁用，没屁用，完全没屁用吧？正面不要担心，我们等一下还会吃完，我们都把那么辣吃完，这个小 case。